解深密经，一切法相品第四。这时德本大菩萨对佛陀说，世尊，像世尊所说的于诸法相善巧菩萨，对于这位于诸法相善巧菩萨，怎样才称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呢？如来为何施设其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说这话后，这时佛陀告诉德本菩萨说，很好啊，德本，你现在能请问如来这样的深意，你现在为了能够利益安乐无量的众生，哀悯世间和诸天人、阿修罗等众生，为了能够使诸众生获得益利安乐而发此问，你应谛听，我应当为你说诸法相。所谓的诸法相略有三种，哪三种呢？第一种是遍计所执相，第二种是依他起相，第三种是缘成实相。什么是诸法的遍计所执相呢？遍计所执相是使一切法通过假名来安立自性差别，乃是为了能够随起言说而假名安立。什么是诸法的依他起相呢？依他起相是指一切法由缘而生的自性，就是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是指如十二缘起中的由无明而缘行，乃至由此而召集纯大苦运的缘生性。什么是诸法缘成实相呢？缘成实相是说一切法平等真如，诸菩萨众只有通过勇猛精进、如理作义、无道思维为因缘，才能通达真如，通达后渐渐修习，到达获得无上正等菩提时，才圆满获证此真如。善男子，如炫异人眼中有泪毛轮等的炫异错觉过幻一样，遍计所执相应该知道也是这样的。如炫异人的有诸多炫异相，或显发为毛轮、丰盈、巨盛等，或以青、黄、赤、白等颜色差别相现前，依他起相应该知道也是如此。如无眼疾的净眼人远离眼中炫异过幻一样，净眼的本性所行不会产生杂乱不实的境界，应该知道缘成实相也是如此的。善男子，譬如清净的颇之家宝，如果与清染色合，则像地青色莫离宝、大青色莫离宝相，由于邪执取地青色莫离宝、大青色莫离宝的缘故，从而祸乱了友情。如果和赤染色合，则像琥珀摩尼宝相，由于邪执取琥珀摩尼宝的原因，从而祸乱了友情。如果和绿染色合，则像摩罗杰多摩尼宝相，由于邪执取摩罗杰多摩尼宝的原因，从而祸乱了友情。如果和黄染色合，则是金相，由于邪执取真金相的原因，从而祸乱了友情。是这样的，德本，就像那清净颇之家宝上所有相应的染色一样，依他起相上的遍计所执相的言说习气，应当知道也是这样的。就像对那清净颇之家宝上的所有地青、大青、琥珀、摩罗杰多、金等的邪执一样，
依他起向上的遍计所执相执，应当知道也是这样的。就像那清净颇知家宝一样，依他起向应当知道也是这样的。就像那清净颇知家宝上所有的地青、大青、琥珀、摩罗杰多、真金等相，于常常时、于恒恒时，无有真实、无自性性一样，在依他起相上由遍计所执相，于常常时、于恒恒时，没有真实、无自性性、原成实相，应当知道也是这样的。还有德本，从相与名相应以为缘，遍计所执相可以了知。从依他起相上的遍计所执相执着以为缘，依他起相可以了知。从依他起相上遍计所执相无执以为缘，缘成实相可以了知。善男子，如果诸菩萨能在诸法依他起相上能够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那么就能如实了知一切无相之法。如果诸菩萨能够如实了知依他起相，那么就能如实了知一切杂染相法。如果诸菩萨能够如实了知缘成实相，那么就能如实了知一切清净相法。善男子，如果诸菩萨能够在依他起相上如实了知无相之法，那么就能断灭杂染相法。如果能够断灭杂染相法，那么就能证得清净相法。是这样的，德本，由于诸菩萨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缘成实相的缘故，诸菩萨就如实了知了诸无相法、杂染相法、清净相法。由如实了知无相法的缘故，诸菩萨就断灭一切杂染相法。由断灭一切杂染相法的缘故，诸菩萨就证得一切清净相法。达到这样才称名为于诸法善巧菩萨，达到这样如来才施设彼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这时世尊想重新宣说此意，而说颂为：若不了知无相法，杂染相法不能断，不断杂染相法故，怪圣微妙净相法，不观诸行众过失，放逸过失害众生，懈怠诸法动法中，无有失坏可怜悯。无自性相品第五。这时圣一生大菩萨对佛说：世尊，我曾经独自在静处，心里这样寻思，佛陀曾经以无量法门宣说诸蕴的自相、生相、灭相、永断、变知，佛陀如说诸蕴一样，对诸处、缘起、诸时的自相、生相、灭相、永断、变知，也作以宣说。佛陀也曾经以无量法门宣说诸地的所有自相、变知、永断、作证、修习，也曾以无量法门宣说诸界的所有自相、种种界性、非一界性、永断、变知，也曾以无量法门宣说念住所有自相、能至所至，以及修习、未生、令生、生以坚住不忘、
被修增长广大，如对说念住一样，也对正断、神足、根、力、觉知也做这样的宣说。佛陀也曾经以无量法门宣说八支圣道所有自相、能至所至以及修习、未生令生、生以坚住不忘、被修增长广大。佛陀还宣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但不知佛陀是依照什么密意做这样说的。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我今请问如来这里面的奥义，希望如来能哀悯众生解释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的所有密意。这时佛陀告诉圣一生菩萨说，很好啊，很好啊，圣一生，你所寻思的很有道理，很好啊，很好啊，善男子，你现在能请问如来这样的深意，你现今为了利益安乐无量众生，哀慈怜悯世间及诸天人、阿苏洛等，为了让他们获得义利安乐而发此问，你应仔细谛听，我将为你解释我所说的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的所有密意。圣一生，应当知道，我是依三种无自性性的密意来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三种无自性性是指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圣意无自性性。善男子，为什么说诸法相无自性性呢？这是因为诸法是遍计所执相的缘故。为什么呢？这是由假名安立为相，而不是由自相安立为相来说明相无性性。为什么说诸法生无自性性呢？这是说诸法是依他起相的缘故。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诸法是依他缘力才有的，而不是自然有的，因此说是生无自性性。为什么说诸法圣意无自性性？是由于诸法生无自性性，而说明无自性性，也就是说原生法也称为圣意无自性性。为什么呢？在诸法中，如果是清净所缘的境界，我显示其为圣意无自性性，依他起相不是清净所缘境界，因此也可名为圣意无自性性。还有诸法缘成实相也称为圣意无自性性。为什么呢？一切诸法的法无我性称为圣意，也称名为无自性性。由于一切法圣意地的原因是无自性性所显的缘故，由此因缘称为圣意无自性性。善男子，好像空花相无自性性，应该知道也是这样的。好像幻象生无自性性，应该知道也是这样的。一分圣意无自性性，也应该知道是这样的。好像虚空只是众色无性所显，遍一切处，一分圣意无自性性，应该知道也是这样的。因为是法无我性所显现的，所以遍一切处。善男子，我依这样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都没有自性。圣一生，应该知道我依相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为什么呢？如果自相
都无所有，那么就没有生；如果没有生，那么就没有灭；如果无生无灭，那么本来寂静；如果本来寂静，那么自性就是涅槃。对于其中没有少份所有可以使自性趋如涅槃，因此我依照相无自性性密意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善男子，我也依照法无我性所显圣意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为什么呢？法无我性所显圣意无自性性，于常常时，于恒恒时，诸法的法性安住无为，一切杂染不相应的缘故。由于常常时、恒恒时，诸法法性安住的原因而呈现无为，由于是无为的，因此也就是无生无灭，一切杂染与此不相应的缘故，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因此我依法无我性所显的圣意无自性性密意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还有圣意生，我不是因为有情界中诸有情众生离开依他起自性和缘成实自性，别观遍计所执自性为自性，也不是有情众生离开遍计所执自性，别观依他起自性和缘成实自性为自性，而立三种无自性性的，而是有情在依他起自性和缘成实自性上增益遍计所执自性的原因，我才立三种无自性性的。由于有遍计所执自性相的缘故，诸有情众生在依他起自性和缘成实自性中随起言说，如如随起言说，如是如是，由言说熏习心的原因，由言说而说随觉，由言说而说随眠的原因，在依他起自性和缘成实自性上执着遍计所执性自性，由于这样的原因，生来世依他起自性，由此因缘，或被烦恼杂染所染，或被业杂染所染，或被生杂染所染，在生死中常时驰骋，常时流转，无有休息，或在那罗家，或在旁生，或在恶鬼，或在天上，或在阿素洛，或在人中受诸苦恼。还有圣意生，如果诸有情从本以来就没有种善根，没有清净障，没能成熟相续，没能多修圣洁，没能积极福德智慧二种资粮，就这种情况，我就为其以生无自性性来宣说诸法，这类有情听闻这道理以后，能对于一切缘生行中随风开解无常无恒的道理，对一切缘生行法认为都是不安隐的会变坏的法，于是对一切行心里升起怖畏，身起样幻，心里升起怖畏身样幻后，就遮止诸恶，对于诸恶法就能够不造作，对于诸善法能够勤加修习，因修习善的原因，为种善根能种善根，为清净障能令清净，为成熟相续能令成熟，由于这些因缘而能够多修圣解，也能多积极福德智慧二种资粮。这些诸有情众生虽然种了诸种善根，甚至积极了福德智慧二种资粮，但在生无自性性中
不能如实了知相无自性性和二种圣意无自性性，对一切行不能证验，不能证离欲，不能证解脱，不能辨解脱烦恼杂染，不能辨解脱诸业杂染，不能辨解脱诸生杂染。如来就进一步为他宣说相无自性性和圣意无自性性的法要，为了能够使其有情，能对一切行能够证验、证离欲、证解脱，超过一切烦恼杂染故，超过一切业杂染故，超过一切生杂染的原因。这类有情听闻这样说法后，在生无自性性中能够正信解相无自性心和圣意无自性心，简则思维如实通达，在依他起自性中能不执着遍计所执自性相，由言说的不熏习智，言说的不随觉智，言说的离眠智的原因，能灭依他起相，以这种智力持住宪法，能永断灭当来世的因，由此的因缘对一切行能够正厌患，能够正离欲，能够正解脱，能够辨解脱烦恼业生三种杂染，还有圣意生。不仅诸生闻成种性有情是由此道由此行迹而证得无上安隐涅槃的，而且诸独觉成种性有情，诸如来成种性的有情，也是由此道此行迹证得无上安隐涅槃。一切声闻独觉菩萨都是同此妙清净道，都同此以究竟清净，而没有第二种。我依照这个道理密意说佛法只有一成，但不是说一切有情界中没有种种有情种性，如钝根性、中根性、立根性有情的差别。善男子，如果是一向去记声闻种性的卜特伽罗，虽然蒙诸佛施设种种勇猛加行方便的化导，但终究不能使其做道场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呢？由于其本来只有下列种性的缘故：一向慈悲薄弱，一向不畏众苦。由于其一向慈悲薄弱的缘故，所以一向弃备利益诸众生事；由于其一向不畏众苦的缘故，所以一向弃备发起诸行所作。我终不说一向弃备利益众生事的有情，一向弃备发起诸行所作的有情，能够做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由于这样说，这类有情为一向去记声闻。如果是回向菩提的声闻种性的卜特伽罗，我也一门说为菩萨。为什么呢？因为其已经解脱烦恼障了。如果蒙佛化导觉悟时，对于其心的所知障也可以解脱。由彼最初是因为了自利益而修行，并通过加行解脱烦恼障，所以如来施设这类有情为声闻种性，还有圣意生。这样在我善说和善治的法藏和毗奈耶藏中，在我最极清净意乐所说善教法中，诸有情类的意解还是有种种差别的。善男子，如来只是依这样生无自性性、相无自性性、圣意无自性性三种无自性性，用甚深密意的方式宣说不了义经，其中以隐秘相宣说诸法要为，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对于这类经中，
如果诸有情众生以种上品善根，以清净诸障，以成熟相续，以多修圣解，以能积极上品福德智慧思量，那么他如果听闻到这样的法后，对我甚深密意言说能够如实解了，对这样法深生信解，并以无倒慧如实通达法义，因为能够通达并善于修习的缘故，速即能够证得最极究竟，同时对我也深生敬信，知道如来应正等觉，对一切法现正等觉。如果诸有情众生以种上品善根，以清净诸障，以成熟相续，以多修圣解，但是未能积极上品福德智慧思量，其性至直具足信心，是智智类众生，虽然没有能力去思则费力圣教的道理，但是不安住于自见取中，他如果听闻这样的教法后，对我的甚深秘密言说虽然无力如实解了，然而对于此法能生圣解，发清净信，相信此经典是如来所说，是其甚深意的显现，是与甚深空性相应的，难见难悟，不可寻思，不是诸寻思所行的境界，是微细详审的聪明智者才能解了的。对经典所说奥义，这类有情自清己智，不能解了经义而著说这样的言说，诸佛所有能证菩提真所二智的菩提法最为甚深，诸法的法性也最为甚深，只有佛如来能善了达，不是我等所能解了的。诸佛如来为了那些具有种种圣解的有情转正法界，诸佛如来具有无量无边像海一样的智慧，而我等众生智慧犹如相流走过留下足迹中的浅水，这类有情对此经典虽然能恭敬为他人宣说书写护持批阅留步因众供养受诵温习，但是还不能依此修行发起加行，因此对于我所说的甚深密意言辞不能通达。由于这种因缘，这类有情也能增长福德智慧二种资粮，虽然现在相续没有成熟，但是以后还是会成熟。如果诸有情在上品善根清净诸障成熟相续，多修圣解，积极上品福德智慧思量，这五事中缺一乃至全无，性不至直，不具足信心，不是至直类，虽然有能力思则费力，但是安住在自见取中，他如果听闻了这样的教法后，对于我甚深密意言说不能如实解了，对于这样的教法虽然升起信解，然而对于其中的奥义随缘执着，认为一切法决定皆无自性，决定不生不灭，决定本来寂静，决定自性涅槃，由于这样的因缘，对于一切法获得无见和无相见，由于获得无见无相见的原因，波一切相都是无相，而匪波诸法具有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原成实相。为什么呢？因为有依他起相及原成实相的缘故，遍计所执相才可以施设。如果有情对于依他起相及原成实相降为无相，那么其也匪波遍计所执相，因此说其匪波三相，虽对于我法中升起法想，但是对于非正义中也升起正义想，由于对我教法起法想
和对非正义中起正义想的缘故，于是对我的教法实为是法，对于非正义中也执为是正义，其虽然对于法起信解，因此福德增长，但是对于非正义起执着，因此退失智慧，因智慧退失的原因，也就退失了广大无量善法。还有有情从他人那里听闻说此法是法，此非正义是正义的，如果跟随他人的见解，这类有情也对于此法起法想，此非正义中起正义想，认为执着之法是法，非正义为正义，有此的因缘，应当知道这类有情同以上的情形一样退失善法。还有有情不随其见，从他忽然听闻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便生起恐怖，生恐怖后便做这样的言说，这不是佛陀的教法，是魔所说的，做这样见解后，于是对这类经典诽谤毁骂，由此因缘而过大衰损，触犯大的业障。由于这样的缘故，我说如果有情对于一切相起无相见，在非正义中宣说为正义，是会引发广大业障方便，由此会陷坠无量众生，使他们获得大业障。善男子，如果有类有情未种善根，未清净诸障，未能成熟相续，无多圣解，未能及福德和智慧资粮，性非智执，不具足信心，非智执类，虽然有能力思则费力，但常安住自见取中，此类众生虽然听闻这样的法后，不能如实解了我甚深密意言说，对于此法也不生信解，在这法中升起非法想，在正义中升起非正义想，对于法中执为非法，对于正义的执为非正义，并做这样的言论，这不是佛所说的，是魔所说的，做这样的见解后，于是对经典进行诽谤毁骂，认为经典是虚伪的，以无量的方式来毁灭摧伏这样的经典，对诸信解这经典者起怨加想，这类众生是因为被先世诸业障所障，由此因缘现世更为这样的业障所障，这样的业障开始时比较容易施舍，但是所受苦果百千俱之拿于多劫，没有初期。善男子，在我善说和善智的法藏和毗奈耶藏中，在我最极清净意乐所说善教法中，诸有情类的意解是有这种种差别可得的。这时世尊想重新宣说这道理，而说颂为：一切诸法皆无性，无生无灭，本来寂，诸法自性恒涅槃，谁有智言无密意，相生圣意无自性，如是我皆已显示，若不知佛此密意，失坏正道不能往，依诸净道清净者唯一此一无第二，故于其中立一乘，非有情性无差别，众生界中无量生，唯度一身去寂灭，大悲勇猛正涅槃，不舍众生甚难得，微妙难思无漏界，于中解脱等无差，一切一成离惑苦，
二种一说未尝乐。这时圣一生菩萨再对佛陀说，世尊，诸佛如来密意语言甚其稀有，乃是微妙最微妙，甚深最甚深，难通达最难通达。这样我现在领解世尊所说的教义，如果对于在分别所行遍计所执相所依形象中假名安立以为色蕴，或自性相，或差别相，假名安立为色蕴生，为色蕴灭，即为色蕴永断，便知或自性相，或差别相，是名遍计所执相。世尊依此施设诸法相，无自性性。若即分别所行遍计所执相，所依形象，是名依他起相。世尊依此施设诸法生无自性性，即依分圣意无自性性。这样我今领解佛陀所说的教义中，如果在此分别所行遍计所执相所依形象中，由于遍计所执相不成实故，就此自性无自性性，法无我真如清净所缘，称为缘成实相。佛陀依此施设一分圣意无自性性，像对于色蕴一样，这样对于余蕴也都应该广说，像对于诸蕴一样，对待十二处一一处中也都应该广说，于十二有之一一之中也都应该广说，于四种识一一识中也都应该广说，于六界十八界一一界中也都应该广说。正如这样，我所领解佛陀所说的教义中，对于在分别所行遍计所执相所依形象中假名安立以为苦谛，苦谛遍知或自性相或差别相，称为遍计所执相。佛陀依此而施设诸法相的无自性性和一分圣意无自性性。正如这样，我所领解佛陀所说的教义中，对于这里的分别所行遍计所执相所依形象中，由于遍计所执相不诚实的原因，即此自性无自性性，法无我真如清净所缘，称为缘成实相。世尊依此施设一分圣意无自性性，像对于苦谛一样，这样对于余谛也都应该广说，像对于圣谛一样，对待诸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智中一一也都应该广说。正如这样，我所领解佛陀所说的教义中，如果在分别所行遍计所执相所依形象中假名安立以为正定，即为正定能治所治，若正修未生令生，生以坚住不忘，被修增长广大，或自性相或差别相，称为遍计所执相。佛陀依此施设诸法相的无自性性，而对于分别所行遍计所执相的所依形象，称为依他起相。佛陀依此施设诸法生无自性性和一分圣意无自性性。正如这样，我所领解佛陀所说的教义中，对于此分别所行遍计所执相所依形象中，由于遍计所执相不诚实的原因，而此自性无自性性，法无我真如清净所缘，称为缘成实相。佛陀依此施设诸法的一分圣意无自性性。世尊，这就像具有神验的毗湿附药，于一切的散药仙药方中应都能安处。同样
世尊依于诸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无自性性而说的了义言教，便于一切不了义经中，应都能安处。世尊，如作为彩画的地，便于一切以此作彩画的作品中，都是同一味的，或是青色，或是黄色，或是赤色，或是白色，而且此彩画地能把彩画作品显发出来。同样，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而广说的了义言教，乃至以自性涅槃无自性性而说的了义言教，便于一切不了义经中，皆是同一味的，而且其还能显发诸经中的所不了义。世尊，譬如在一切作熟的真修诸饼果内涂入熟酥，会使其味道增盛。同样，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而广说的了义言教，乃至依自性涅槃无自性性而说的了义言教，至于一切不了义经中，能够产生甚欢喜。世尊，譬如虚空，便一切处都是同一位的，不障碍一切所做的事业。同样，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而广说的了义言教，乃至依自性涅槃无自性性而说的了义言教，便于一切不了义经皆同一位，同时不障碍一切声闻独觉和诸大乘所修的事业。在圣义生菩萨说这话后，这时世尊赞叹圣义生菩萨说：很好啊，很好啊，善男子，你今天能够善解如来所说的甚深密意言义，并能够对此意以世间的毗湿缚药、杂彩画地、熟书和虚空来善作譬喻。圣义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更没有不同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应该受持。这时圣义生菩萨再对佛陀说：世尊出于某个适当的时候，在婆罗尼斯仙人堕处的斯路林中，专为发趋声闻城的行者以四地相而转正法轮，虽然此甚为奇特，甚为稀有，先前一切世间诸天人等都没有能够以此法而转的，但是那时所转法轮还有比其更上的，还有更容圣教，有容他破，是不了义的，是诸争论的安足处所。世尊在往昔第二时中，专为发趣修大乘的行者，以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以隐秘相而转正法轮，虽然更为奇特，甚为稀有，但那时所转法轮还有比其更上的，还可以有所容受，还不是了义的，是诸争论的安足处所。世尊在现在第三时中，普为发趣一切乘的行者，以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以显了相转正法轮，这是第一甚奇的，最为稀有的。现在世尊所转的法轮是无上无容的，是真了义的，不是诸争论的安足处所。世尊，如果有善男子或善女人，对于如来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所说的甚深了义言教，听闻后产生信解、书写、护持、供养、留步、受诵、温习、
如理思维这些甚深了义言教，并以其修相而发起加行，这样其能生多少福。圣义生菩萨说完这话后，这时佛陀告诉圣义生菩萨说，圣义生，这善男子或善女人，其所生的福无量无数，难可预知，我今为你略说少分。这就像手上的土与大地土相比，百分不及其一，千分不及其一，百千分不及其一，数算计喻乌波尼沙坛分也不及其一。或者就像牛走过流下的足迹水与四大海水相比，百分不及其一，广说乃至乌波尼沙坛分也不及其一。同样，对于诸不了义经听闻后产生信解，广说书写护持乃至以其修相发起加行所获的功德，比对这里所说的了义经听闻后产生信解所及的功德，广说书写护持乃至以其修相发起加行所及的功德，百分不及一，广说乃至乌波尼沙坛分也不及其一。当佛陀说完这话后，这时圣义生菩萨再对佛陀说，世尊，在这解深密法门中，此称为什么教授？我应当奉持什么？佛陀告诉圣义生菩萨说，善男子，此称为圣义了义之教，对于此圣义了义之教，你应当奉持。在佛陀说这圣义了义教时，于大会中有600000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300000声闻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法眼净，150000声闻涌尽诸漏心而得解脱，75000菩萨得无生法忍。